就用大拇指，要不大拇指，要不手指，他只能大拇指捧地了。好了，兄弟们，这是醉奶哥打的啊，买的一只16斤的宝宝，工资可以，房子明天吃完腰也非常的可以，体质可以，成长的话也是一把极限啊。下面我们要上的书呢是一本力劈，这力劈掉以下的几本技能以后可以继续追拍神马，因为它完全不影响使用，掉高级敏捷不影响使用，掉高级驱鬼不影响使用，掉高级慧根不影响使用啊，掉其他的技能呢就需要带套子了，比如掉高招架就要带招架套，带高级幸运就要带高级幸运套，带高感知掉高感知就带感知套，掉壁垒啊就得补壁垒啊，因为不能16技能力劈没有壁垒，这很难受啊。所以说第一轮呢最好的结果呢是掉这个驱鬼慧根跟高敏，掉其余的等于都是第二阶层，第三个掉壁垒是最差的，因为壁垒没法带套，壁垒即便带套的话也要通过平砍来出发，然而我们不可能平砍啊。好了，兄弟们要开始上了啊，三先来一波弹幕啊，弹幕抽奖。醉奶哥啊，16技能啊，打力劈掉慧根驱鬼高级敏捷，来吧兄弟们，力劈给我上了，醉奶哥暴力，最好要掉慧根梧桐进阶10，一本力劈手诀给我上，壁垒没掉就 OK 啊，力劈应该在后排，掉到后排技能，招架必杀偷袭幸运掉了一个，必杀偷袭也没掉啊，吸血也没掉，夜战也没掉，高敏也没掉，现在谁能分析出掉什么技能了，偷袭没掉，看一下驱慧根掉没掉，冥思出现，驱鬼慧根高神，我操，慧根掉了，能打神马，慧根掉了能打神马啊，掉了一个最想要掉了的那个技能啊，力劈壁垒啊，没有慧根，因为有冥思的话基本就是永动机了，再多足一个慧根等于完